静采访报道。电影版《使徒行者》举行开镜拜神仪式，主要男女演员齐聚一堂，星光熠熠。广告后有更多国际和娱乐消息。Bioessence 守护肌肤一定要纯金规格。Bioessence 黄金水以24K 生物黄金，有效帮助抗氧化、抗自由基、抗岁月伤害，更加金光透亮。一加一双金日夜霜，白天用铂金，夜晚用24K 黄金，够出晶润光彩。Bioessence， 开开。原理这里不能够使用，但4G 就可以。Maxi 4G 给予更强大的原理，即使在遥远的地方。Star Wars The Force Awakens 12月17日隆重上映。今天我来挑战的是 Dr. Wei 啊，敢接这个活的人就没有。右面第二行第三个字，上面的字是。这个差异度真的是看不出来的。道具每隔2分钟转换一次。很高兴再次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。看到你的这个样子，有点王者归来的意思。你要挑战的是第二季《最强大脑》，每逢星期六晚上8:30 ，NTV Seven 全马首播。举起的筷子，掏空的菜盘。如果是来客的时候。可以坐这套吧，我们自己吃的时候不坐。盛宴到场的是乡亲，你只要过来坐下去，主人都会把你当成贵宾一样的招待。口里细嚼的是乡愁，阿尼做的这个蘸水鸡，香香的那种味道，非常好。大飨宴1月10日起，每逢星期日下午5点，感觉美好只在 MTV7。回来，朝鲜不顾警告再次进行核试验，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。不过向来我行我素的朝鲜不为所动，还举行了大规模游行支持。